这鹅卵石吗？这个啊，不认识。嗯，这好像叼个腰着呀。这个这是玉吗？啊，翡翠这是啊。嗯。哎，我这色。嗯，那翠的是。这雪花吗？对对对对。这二八大车座的，哎，我挺沉的，哦，品相不错啊。哎呦，嘿，还有卖这玩意儿的啊，飞鸽，这多少钱，老板？老板，大爷，这是黄糖吗？这是松香。啊，松香啊，这是。啊，酥油这是不？哎，对，酥油本身还是药材，药材这是。它本身还是药材。这有香味吗？这没啥香味。这是的。哎呦我操，这么灰。中间。哎。那得三百。没啥味儿，有点灰呀。十万了这个。哎呦我，今天没带尸男呢。最难的是哪个？快三斤。哎，这带尸男了，高低得鉴定一下啊。瞅这样啊，悬。这石头的。哎呦，这得有年头了吧？一千多年了。啊，这脸修过。啊，这脸修过是吧？这搁这是搁哪儿整的？收的。收的。这咱也不知道。我瞅着像那啥呀，左右一个真木的。不可能拿这个真木，这是四大天王，剑天王。还能拿谁呀、啊？真木啊！四啊，这四大天王啊！啊，大宝剑呢？宝剑这是啊，我以为是那个裤兜那些东西呢。这茶宠啊，这是啊，紫砂的啊。我操！这多少钱了？哎呦，十斤的这个。不，他不能十斤的。卖！啊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这么大茶手头一回见呢啊！这是那个送钱，送钱是吧？嗯，这是属于开盲盒呗。这都是一个这什么送钱啊？送钱吗？对对啊，送钱。嗯，这是有人买便宜，这对的二斤给我三百五，三百五全拿呀，全拿，这不错啊，啊，这是清理出来的呗，对对对，哟，面目全非呀，都一样，这得咋清理呀，我天，泡呗，搁水泡，这都搁那清理出来的，对吧？啊，我没工夫。怎么费劲？这才费劲！这瞅着像曲奇饼干呢。这都辽金时期的。辽金啊，陶的。嗯，这开脸儿，这不是毕业作品吗？不是。新老的不用寻思，肯定是辽金时期老物件。嗯，这可以放心。就看喜欢不喜欢，有老朋友喜欢，对，我也喜欢的。有这看着，这太像鲁元毕业作品了。哎呦，太硬了啊！那一百一对儿，一百一对儿，这俩一起盘呐？嗯，我这盘一个也行，反正是两个一百块钱。我这手盘一个都费劲呢。还有小的，还别说，炸一手还挺好看。好看能盘好，你这五个核桃拼的。嗯。都真核桃，也能盘红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呐！这都过完年了，这是还没卖出去呢。这包浆啊，明显一天比一天多了。这绿锈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啊。